每年桃花开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一个人，他曾经很喜欢我。从那年开始，我忘记了很多事情，唯一有印象的就是我爱桃花。总有些事情你是不愿意再提，有些人也不想再见，但我不能再拥有，就是对自己没有忘记。我再也不回去，其实你们也不错，可惜已经不到了。有些人离开了之后才发现，离开的人是自己的最爱。他说，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，如果可以把所有东西忘掉，以后的每一天将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怎么想回家乡了？要是为了这个就想回家乡，为什么当初你要出来？总有些事情你是不愿意再提，有些人也不想再见。